分号陀螺是我。你们让那个方圆语音给我连线，我现在 PK 不了了，我现在 PK 不了了，就是他限制我的 PK 了。又不是我的尺度大，这神经，这是对不对？我尺度不大呀，是对方尺度大呀，对不对？干嘛？我问的，那我也没问别的呀，对吧？他应该连不了我，你们那个告诉他，我说我这边不能连线，只能就是语音连线，然后你们去那个直播间里跟那个恒宝说，恒宝如果说能连线的话，让他跟我连线，因为他说的那个八卦我很想听。对，你们去跟恒宝说，你们去跟恒宝说，你说刚才白雪屠夫在看他们直播间，关于那个人的八卦我很想听啊。不能连线不能打个 PK， 是的，嗯，对，不能连线不能打个 PK， 如果说他们那个方便跟我语音连线的话，就是来我直播间里。他不跟我连，我不让他跟我连，我就听八卦，我不跟他打 PK。他们打不过我，主要是打 PK 的话，他们打不过我。嗯，再一个，他们就是玩这种游戏吧，他们放不开。不能连线，不能打 PK 呢？我要加入他们，我要跟他们那个语音连线。嗯，我下了，我去那个那谁叫恒宝直播间，我要去跟他语音连线听八卦，好吗？好吗？我要去聊八卦去。嗯。